今天是1月29号凌晨3点。这是靠近南门的润园，已经都给封起来了，正在封当中。今天是1月29号凌晨3点，被施工声音吵醒。这是靠近南门的润园，已经都封起来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你这是什么意思？靠近南门的润园现在正在封。正在封。现在吊车在卸一些钢管还是什么东西，看不太出来，大概是要封楼。现在这是吊车，大概是要封楼，现在还搞不清到底是什么情况。小区，这是南门的润园，已经被封控起来了。正在封，正在封。今天是1月29号凌晨3点钟左右，这是商业街，现在正在封。泽园靠近南门的泽园已经封了，这是商业街上正在封。这是我们泽园前面。这是要干嘛？这要把我们封起来吗？这是管控升级了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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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看泽园那边都已经封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靠近东门的泽园。今天是1月29号凌晨4点左右，这是67太原门前，这是板子已经准备好了，八中对面板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还没开始封呢。今天是1月29号凌晨4点左右，现在这是润园37门前正在卸封楼的物资。这是27，前面是37，正在施工。这是建行门前。这是建行门前。那面已经封上了，正在封。今天是1月29号凌晨4点左右。这已经封的差不多了。今天是1月29号凌晨4点左右，这是27太原附近，工人们正在施工。这是准备封楼的物资，珍惜一下现在还能出门的时光。现在是67丰源门前，国际部前面。工人们正在施工。这是67太原门前，这是板子已经准备好了。八中对面，板子已经全部准备好了，还没开始封呢。这是丰源，67丰源门前，工人们正在施工。这是钢管，工人们正在施工，
国际八中对面。这是物资，现在是三期工行门前。这边是二期，工人正在施工。看看蓝天白云吧。我们现在是只能在物业买菜吗？我们是只能在物业买菜吗？不是在物业买菜，物业没关系。那我加了个群里边，群里有对接人下单，下单然后配送到那个区域里去，人家以后不能出来了。我知道，这是买吗？买。快递专人给送到楼道口。快递不知道是不是你这是物业专门，我们在群里头买，然后由物业给送，是那什么？对，配送。我们在外面买的快递，现在还给不给送？应该不给了。我们昨天晚上昨天下。对呀、啊，我们现在我们昨天那什么那个在外面下的单，都是要陆续给送的呀。下一步有。那就跟居委会问居委会吧，怎么安排？现在问谁谁都不知道啊。对，因为他现在封了以后，突然昨天夜里给封的，我们现在也是临时来。来组织这些货。对呀、啊，刚才我们看了，你现在就价位没有了。我们刚才在群里看了，价位都是很贵的。那你要是只能你们给送，我们只能在你们这儿买，价钱这么高的，我们怎么办呢？他不是这样，这已经现在就是市场上的价，我们都没有加钱。刚才业主发的是你们下的有什么50元的价位，有100元价，里面进50，没有别的，100的没在这里呢。还有鸡蛋呢，还有鸡蛋呢，还没搁呢。对，还有鸡蛋呢，怎么会高呢？这50块钱现在。外边买都买不到，我们就凭着进来，凭着。刚才业主来拍的时候，你们下头有100块钱，都有什么？东西还没放呢，东西还没来呢。不是东西没来，是你们清单100块钱的清单里有什么？你们写着的，现在没有了，看不见了。拉到四期去了，现在在四期配送，不在这配送。对，那你们的意思是以后我们只能在你们这儿买，我们在外头买，外地外面快递是不允许给送了，是吗？我们没人说这话，我们快递不知道怎么送。我们只是管这件事儿，对，大家有不同的。帮助大家解决。对，我们现在就要问我们如果在外面下单，不知道问谁谁都不知道，现在是吧？不是居委会，只能问居委会，问街道。不，因为我刚才问你，你说快递是不能再进来，只能在这儿买。因为我认为它封起来了，谁给送啊？快递有人送，那就有没有志愿者给我们送到？出来了，志愿者全封在这个各个的分区里了。志愿者也在那个封控区里服务了。你不是你肯定是有人要在封控区外头来回走的，对吧？有。你先等一下，那就是、你现在物业谁都能答复不了。我答复不了。我们是负责保供。姐是这样，今天是第一天，大家政府也是昨天夜里才通知我们。我们现在想的办法是先解决您今天的事情。明天我们再赶紧下午调整。现在先大，我们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呀？让大家平和的过了今天，然后明天办法都得开始慢慢逐步想。嗯。您说价钱贵与低，我们后期都可以调整。但是今天有人说来不及，那我们这现在都是现场去市场想尽千辛万法弄来的货，先保证今天的供应，后期我们会进行调整。嗯。您这个放心。您说现在贵与便宜，我们都是按照价格直接进来了。也许我们没有那么现在这个时间段不是进货最好时，因为临近春节，您还得想这个事儿。临近春节，菜价全呜呜的涨，我们多少钱进就给您多少钱送，然后我们还搭着所有的人力成本。我们这现在都回不了家，我们在北京自己有家的，现在全封在这里，天天打地铺睡觉，为了就是保证咱们业主供应。您现在理解我们这一两天大家都比较乱，您在家里还能躺着睡觉看电视，我们电视什么看不了都看不了。昨天一晚上大家全没睡觉，在这帮着政府在做事。现在是这样，现在我们不是纠结这一两天，我就您就给我们一两天调整的时间，然后把您这边事情安排好。具体您说快递到底能不能接进来，那个如果政府说能进，我们全力保证您。如果说政府有其他的防疫措施，我们完全配合。咱们现在首先是先防疫，大家健健康康的过这个春节是最主要的，对吧？
我不是我说这个事儿，您说的有道理，我只是想问，我们如果不想在你们这儿买，我们想在外面买，那您就等一两天看政府是什么怎么说的。等于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对吧？我们现在进的菜，我们也在各大超市，比如。我录着呢啊，我录着呢啊啊！咱们现在突然封了，咱我们的物资怎么办？咱们有专门人给咱们送物资。我是这么说啊，咱们说，是后续有给给我们送的，这是口头上说啊，这是我们的理想，这是我的理想，这是我们的理想。但是现实能不能实现，这是两回事儿。对吧？那么昨天开始，大家陆续在下单，有很多买的肉啊，什么生鲜呐、虾呀、什么的，陆续都要往下送。那你如果你送的不及时，他可能就要化了，就要干嘛的，对吧？就是我你们说后续，我相信后续你能把啊能安排好，但是后续之前你怎么把这个落实？是这样。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你们特别忙，电话经常打不通。我们还能出，原来没封，我们还能出来。现在我们出不来了。姐，我跟你这么说，咱们封了，它只是您在您的区域还是可以活动的。就像您配送东西的话，咱们专门有专门的人员，而且还有别的街道人来都来支援咱们。一个就是咱们这一个区域的话，得有40个人左右的在给咱们进行保障。有，最主要的问题，我们一旦遇到问题啊，比如说我买的物资一天都没有送到，我有问题我找谁？下楼咱们有专门的每一个点位，他有专门的负责人。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从这个咱们配送开始，这个点位负责人都在这块呢。就是，对，我们的各个其他的各个街道的人，我录着呢，我录着呢啊，其他街道的人7点钟。7、8点钟陆续就到位了，都到位了。哎，你这个点位是指在每个楼门前都有吗？对，咱们划分的地方，大分咱划分那个区域。你大范围去，比如说我们择一二三，你择一二三四一个区域，你这区域里你会专门设一个点位是吗？对，点位设在哪儿？现在还不知道。现在我们要看最后围挡建完了以后，哪还有合适的地方，摆咱们那些货架，摆咱们那些东西，到时候。咱们会按楼把那个您货架上您订的，比如说您订的快递吧，啊，哎，我们会从那个西门给您运到这个咱们这个范围里边来，放到这些货架上。您到时候按的。还有一个问题，现在陆陆续续都不给我们送货了，就是网上订货都已经不送了。他不送的情况下，你这绿园再不开，我们怎么办？这个我们协调，这个就会专门有这个蔬菜包啊，或者其他的您要买的一些东西。让别的往里送，不是说绿园现在不开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那个地方环境不太适合咱再进去了，但是我们从别的地方调运这些物资，比如说大家有需求的，当然了，刚开始今天或者明天肯定稍微有点乱，不太顺，有点乱，但是后边的这个人定岗定位了，咱们居民呢也都熟悉了，就不都因为就是像您这样的，先来我们先要做解释工作，对吧？咱们这个都捋顺了，咱们哎，您订的东西啊，包括医疗买药啊，包括这个买东西啊这些东西，哎，咱就会顺。咱们到底让您去哪买，我们给您送到哪儿，哎，咱就大家就磨合好了。对，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有问题我们找谁，谁能给我们答复？门口都有人，门口有人他答复不了的时候，我们找谁？因为是这样，我们经常有问题问的时候，问物业也好，还是问的。始终是就一个答复，等不知道，总是一问三不知，这是我们特别恐慌的一件事儿。有两个问题，我可以现在明确的告诉你，您所说的生活物资保障和您就医用药这两个问题，
您什么时候报给我们，我们什么时候都能协调帮您解决。但是你听我说完，您所说的有些，比如说政策，就是防控的政策呀，您说比如说您说的什么健康宝这些东西了，我们不知道的肯定都会告诉您，不知道的也会跟您解释。好，我就是想知道，一旦我们有问题，谁给我们解决？您设的点的人员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去帮您沟通。对，比如说您有一个什么问题，我们现在没法答复您，记录下来几名几号电话是什么，他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到时候都会有这个记录的人员，记录下来以后，把这个问题，报给这个疾控，报给区里，完了。怎么解决再给您打电话。 对我们的问题是，只要我们有问题，你们能及时答复我们，哪怕晚一段时间你们答复我们，给我们个定心丸，我们就不会慌，对吧？那现在我们就想问，就封十六的这个，他是属于居家隔离擅自跑出来的，还是说他没跑出来？因为你离园一关，我们心就慌了。他不是居家，如果是居家隔离的就不会有这个情况。那不，那情况是这样，就是他跟那个好家，那好什么好多家，就是出事儿那个，他们应该是有关联的。你们是不是应该有流调？他为什么能出来？谎报了。他本人谎报了。那大数据呢？大数据没搜到他。他俩坐在一块儿吃饭，这个事情大数据，您说能筛查出来他们？你等于他谎报，然后满小区走了，所以小区现在才会这样。对吧？对。那么小区里应该是不是还有很多谎报的？所以说正在排查嘛。所以为什么就缩小了这个区域，大家就尽量不要在自己。现在是这样，你排查他已经隐瞒了，你怎么排查？他刻意隐瞒，你怎么排查？所以说大姐，这个问题您抛给我，我现在没法说给您一个，他自己不配合防疫，就是故意这种的情况。他是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好，我跟您说哈，我录着呢，因为我们想，您录着呢，我也跟您提。您如果断章取义的截屏发到网上，您也要受到。我要发，我要发，一定是全屏都发的。不是，但是比如说我录了十分钟，不可能十分钟全发，那可能就是可能三五分钟那么发，我会发全啊，因为大家现在都特别恐慌嘛，小区里有好多群。